那就是说有一把大克，看速度了，毕竟英阵的话它伤害上不占劣势，而且这个速度上速度位都是有优势的，是物理速度在观战，法系速度不用看，女儿村也有速度啊。四号有一个法防，法防比化身快，屠刀效力加屠刀，那有些时候开场进来的愤怒是可以效果之后直接野的，是观战好，轮到对战方物理了，没动，没动，笑中了，被笑中了，自己家的野兽，然后也是直接冰这个沈木林的宠，哎呦，冰成精宠，宝宝触发了个神佑，但是后续再跟的话，观战方这只宝宝好像还是保不住啊，触发了一个善报，看看几壁垒吧，差四血，是不是还有一只一号没出手啊？哦，那就是五壁垒开，对面没配速宠，哎，国标队伍没配速宠开，确实还是挺少见的，确实，观战这边有配速有一速，怎么说？你大唐在没加过的野兽的情况下，直接猜你女儿村踩塔，圈特技点大唐，圈特技点大唐，二四号开法系。那这样的话要起阴点了，孝地府不让光，孝地府不让光辉，对，一把水清有宝，那有宝的话，观战方应该是，神木林直接补宠的。哎，你别说，也不一定，你看，刘云姐对吧？他没有说开掉嘛，补宠之后宝宝慢开了，那可能会拿自己这边的化身四的宝宝开，我觉得。是小死亡，对方主动先发起了进攻，观众方这边想找一把漫天没出，神木还挺耐的，但血量不高，哎、弹了个甲跟琴，163还在的，9000直接倒，第三下触发了一个暴击，而且的话呢，毕竟是五壁垒开，后续跟的这个输出是比较稳定的。嗯，但我觉得啊，观战方这边虽然说宝宝没拿出来，但是他163一把没出，是也不是说特别亏，因为后面这些壁垒跟上来就一定挡，他不可能不挡。是，他其实最好的情况就是出一次163，让他把宝宝拉出来过后，再被一个壁垒拍倒，这个应该是最优解啊。可是啊，这一把侵蚀让钓鱼岛的女儿村出了之后，下回合的点杀节奏可有点好。观战方这边大唐下回合最好的操作就是励志人，没有其他的选择。嗯，但对面毕竟没野兽过，我在想，阵法有大克，我觉得这伤害可能也够，是也有可能，而且你女儿宠被清，嗯，这样的话你女儿村大概率拉宠，要不点女儿得了。那钓鱼岛要看一下自己这边女儿村的一个防御，对吧？你属性被完全打开，知道自己的防御之后有没有信心？反正上一回合的话，刚好他金刚也补上了。不过点女儿他没野兽过，确实还是不点。哦，那我觉得点大唐的话，可能会效果更好一点。嗯，观战方这边大唐毕竟是一个全场七速，比对方大唐速度快。是，而且抽根伤害是有的。嗯，就是说大唐还是比较诅咒点女儿村，还有一万血。破甲也给到，看一下没有野兽的大唐在阵法有大克的情况下开刀能有多少，五龙丹还有唐神，我觉得1000开差不多了，对方地府的小死亡能不能够挂得中，再给一把孝礼就不给你野，哎，不养野兽，小死亡又有挂中，两回合地府的这个小死亡命中率还是比较高，我觉得不够哦，哦，2000开吗？2000开刀有了，第三刀暴击4200，一刀不贴，经济五抽一把也没有触发神佑，5200，观战方里面女儿村直接倒，就上一回合侵蚀出钓鱼岛这个，这回合点杀的节奏就非常的好。但我是想着，龙三1000开，女儿2000开。确实，神木林不像魔王寨一样，他是有这种加一定防御的资本的，对吧？是有，但我觉得侵蚀那魔王的话是真的加不了。嗯，但我觉得这女儿村也太脆了吧，全场一速。嗯。那对面肯定补善恶了呀，这化身四宝宝拉出来直接补善恶，缺虫补善恶，而且也是钓鱼岛很早之前就有的这种慢手施善恶啊，是，可能应该是补出来了。嗯，而且观战方这边化身四现在人心还不高，两个尸体点，哎，女儿村的宝宝也得给你清掉。其实刚才对战方女儿村没有那一把诅咒，好像点观战方这边女儿村也伤害也够了。我是没想到他2000开，哎，有盾2000开，第三刀还触发了一个暴击4200。嗯，我觉得钓鱼岛也是，就是没想到
大唐没加过野兽也有这么高伤害，我觉得他是没想到阵法毕竟被大克嘛、也是钓鱼岛啊。那钓鱼岛的话、双方的硬件是伯仲之间的，就这把扇子是吧，不用多说了吧、这一回合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再好的点了吧。但观战没配速开啊。就是说对面地府点观战方这边龙三位挂他是没办法的。对战方地府慢，对吧？对吧？对方那边四号开了之后，我可以再挂上。是，那你怎么开？大唐人开。那这样的话要控愤怒，控一下观战方那边的愤怒。观战方那边大唐的精心看一下够不够，而且呢，点杀是完全有机会的。观战方化人四的人心层数毕竟不高。哦，青石很少，这我觉得就点龙三，这龙三扛不住的。关键只有大唐人开吧、我觉得对，确实要给了一把效力，因为大唐踩塔了，这个前面没有用破血，人气层数虽然不高，其实也爆了个4200，卡了个回春，这你怎么办？大唐五龙丹有没有？没有，那后续的话就没有了吧？不好说，不好说。大，哎呦，没有，大唐发战被封中了，他有可能被笑中了，对，他是被笑中了。我觉得这把。行吧，毕竟163还在，但是后续宝宝多呀，你这边即使起了纸人好像也扛不住这个163、扛不住，是有点白给。我其实真的想了想，因为大唐是有盾的，其他两个单位被点的可能性还是不大。对，人开，然后四号太快了，人开，大唐人开，我想到的解就只有大唐人开。确实，那他可能大唐按金了，就想的有点简单，但你现在脚下有塔，失去了一速倒地，确实对方没有不笑你的道理。是，好在这一回合女儿村能起了啊。确实，那起来喝个酒呗。起了一瓶酒是要的，一瓶酒主要下一刻要放个金青啊，否则他压力会比较大。是，给宝宝开始补金刚，开场七回合钓鱼岛的这个节奏非常的好，优势很大，而且。这一届啊，包括昨天的比赛当中，钓鱼岛的国标发挥是非常非常好的。哎呦，宝宝触发了个神佑。是，那宝宝也得全跟吧，观战宝宝也得全跟吧。也就还有两根吧，剩下要有一个拉人的操作呀。五号是拉过的，那就二号拉。对呀、二号拉人，那对方那只二号宠清不掉了呀。拉起来，二号虫恶爆，神的很关键，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钓鱼岛那边很早成名的打212的时候，就是只要造成你尸体单位，是，你别说一只，一排这种手持的善恶虫都会有，是啊，所以观战方那边还是要把对战方二号虫给清掉，但现在不好清啊，关键是是，四号可以开化身，你四号开化身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方的大唐这一回合不执着于点杀的话，就真说的冷静一下，即使出了侵蚀，这回合大唐神木林分清楚，清你俩宠，对，分清楚，观战方这边女儿村是起不来的。我是觉得，哦，不够开了，马过了。宁志也给想把物理速度也攥在自己手里，给了一把无魂，看一会儿能不能触发啊。鬼气去摇对方的手势善恶，尘土刃出，对方大唐的话还是想把这一把野兽给加上，哎，二号宠触发了个神佑，直接顶血，看掉不掉头吧，然后看善不善爆，藏身处了，一拉一顶血，观战方这边二号是想给女儿村顶血的，但是被对方给清掉了，对方二号宠善爆还是恶爆，但有藏神啊，而且有个铃铛，看一下恶爆能不能贴住。一丝丝，真的就一丝丝，然后磁心吸起来，这把金青，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拉法系，因为他那个二号宠毕竟还在手啊、对，你要点，就只能快拉，活只能活女儿，快拉也点不了，你毕竟是一个龙三位的神木林啊，对方如果要是，我觉得不点不行了，这 PK。劣势太大了，现在先给女儿村一把活血吧，我觉得可能真的点不了，女儿村肯定回去看四号宝宝，快拉想点，我觉得这确实不点打不了，挂物理被冻结防下来了，900开，
对方大唐只有一把抽，对方大唐之歌会是野兽的。嗯，你剩下两个善恶，看看能不能拍两千。一把抽渡劫肯定，哎，弹甲渡劫都没出，法莲很关键，但看善恶吧。恶报五百那不够，好像能贴住，贴住了。嗯。因为渡劫两千血哦，那如果这样的话也没办法了，这鲲鹏必须要拉出来了，硬拉了，硬拉鲲鹏换对方大唐了。嗯，没办法了，确实没办法，因为对方钓鱼岛的大唐，即使宝宝主动贴保护，是扛不住这个鲲鹏的，倒是必须要让他倒。那沙文和家里野兽也没办法。但是啊，嗯，对面再挂你龙三怎么办？那也先把他给换倒吧，没办法了，先换倒，出只虚。啊，这不挂的，出只虚。啊，这不挂的，因为我觉得观战方这边的宝宝好像，他是不是这样想的？钓鱼岛，我把你给这个，因为你既然出了第二把163，嗯，我宇宙寒沙把你给标倒之后的话，我毕竟有手持的善恶宠在，你现在观战方这边的宝宝其实不多，嗯。对吧，我那只善恶宠就点着你神木林出手，你到压大堂了，我觉得大堂没倒，观战有一速，但观战现在市场上宝宝真的好劣势，化生活控女儿，化生活拉起来接着点活血给大堂，嗯，但点不了，这把点不了，拉宝宝吧，拉宝宝吧，活血给大唐，然后、嗯、活血给大唐，大唐清二号，拉起法系，法系出个宝宝，哪怕出地听都行。大唐似乎只能平 A 二号吧，也没有特有破血吧。对面也来，换观战方那边大唐。嗯，那这必倒的，有一致的，贴了都没用，是。那大唐岛的话可能导致对面二号宠都清不掉，没错，化身出宠了也没给活血，因为不可能去拿这个须弥去点着对方二号出手嘛，直接给延掉、嗯、而且法系 也肯定清理须弥了，嗯，避雷宠滑到三，没出藏神怎么办，恶报就背手163硬扛，就两种方法嘛，善报163嘛，善报了啊、嗯那地听拉出来，嗯，地听拉出来也是清二号呀，哎，万一他要是摁出哦，青石还摁不出来，那这不摁不出青石来，青石自己倒了，那没事了，摁不出来，看了一下这个血量，确实是不行。自己这边又是个龙三，华人四再给一把火。不过好消息，也就是说对面现在也点不了。嗯、是，女儿村出个宠，化身活手血，也还行。其实我觉得在刚才那一回合，那么大优势的情况下，你说钓鱼岛大唐这个善这个野兽不对不对，是对的。但是呢，我觉得他刚才的伤害已经完全够了。那我觉得野兽肯定得，但真的，我觉得是不是不如和神木林分清？刚才观战方这边就是两个童子，清完之后是拉不起来人的。当然了，侵蚀技能出完之后的话，观战方这边神木林那只二号宝宝触发了一个神佑，这也挺关键的。是这个就不好说嘛。是，肯定清善恶，这个没办法，不然这善恶给的压力太大了。然后通过自己的神木林去清鲲鹏。我这伤害够不够啊？他毕竟对方的二号虫慢出手，观众方这边壁垒再跟一手应该也行。不一定啊，壁垒清鲲鹏了，有没有可能？单抽冰川单抽的鲲鹏宝宝应该是跟。但五号刚拉的，加了个蓝。那没有，没有输出了。嗯、这善恶还在。哎，这善恶拍的什么？拍的神木林的宝宝，那好像大手笔、啊，也行吧，嗯，都行，反正他点不了，拍谁也还好。
月下没中，碎玉控化身再压你法系，但观战方这边两个配速宠，对面没死亡，回春缠珠，对吧？俩配速宠是，你没死亡的呀。清音三叠点不到，宝宝拉出来了，甚至上个宠的话都压不住观战方这边，直接速度慢也被清掉了，被清掉离场，那被紫禁城稳住了。是，但是啊，就是说对面大唐起来之后，他大唐的伤害还是非常爆炸的。刚刚没加过野兽，观战方这边女儿村都惧怕，观战这边必须利用好自己的物理速度优势，把对面的大唐压住了。但凡被对面点出来一把，再点倒一次女儿村啊，观战没那么好稳。那可是这个和钓鱼岛，如果要是曼拉大唐起风呢？先王良加上，但是神木林秦三姐满愤怒的情况，差丝血，宝宝倒是会跟。秦一般跟一。大唐起风，大唐起风的观战女儿起盾呢？看一下吧，善恶确实守不住对方大唐，立个纸人。那就不着急。我觉得钓鱼岛昨天和今天这国标的打法，你看他拉大唐真的是有条不紊的拉起来，一回春一大金，是知道你两个配速宠在，可能说第二回合要打我大死亡。哇，这个巨帅，你省得我的虚血太多嘛，是把直接给压下去了，把血量。而且这一回合对面可以女儿村开那个化身，化身直接活，然后让孩子去开那个法系。直接点过来，所以说观战方这边得控大唐，或者得控地府，还是说这一回合钓鱼岛大唐起风，女儿村直接喝名酒，孩子把神木林打开之后的话，加一把密润，把下一回合伤害给拉满。那你大唐倒了怎么办？无魂，对吧？哎，这把真的人开好一点，但是也行吧。我觉得这个人开，因为毕竟他有个小死亡在，你等于说是必出手嘛。但只要不点杀的话倒还好，就怕这个，对，这把活血没有，其实就怕这个，但是就小死亡没挂中，那交了一点零元啊，剑斩的对面方大唐也还行，经济五单抽轻宠，哎呦，抽到华尔斯身上第一下，如果不弹甲的话，伤害还是很高的呀，是，钓鱼岛这一把的话，就是小死亡没中，对于钓鱼岛而言是非常非常赚的。雨天气，但观战两个慢善恶，面对对面纸人守不守得住不好说。观战方这边的法器还是要继续的，是不是也自己把先令孩子拉出来？花儿子给大唐一把活血。但是观战这把是可以点对面龙三的哦，点对面啊，就是法系是吧？对对，法系。点鹦鹉的话，观战方这边神木林好像是没有秦三叠呀、抽啊，单抽打163吗？那你两善恶的话，直接也拍过去了。没有圈中，圈中了，直接一个名酒，名酒是要起风嘛？名酒起风一把金星了，就他那一回合这个丢了无魂好像也真的不是特别的必要，我觉得那一回合也可以摁下去，罗汉盖上了，风法系接罗汉，经典。哦，那观战方补的地听可能是快的啊？为什么对战方大唐要起能起？对，风林火山这个好像也挺明的，是那金星观战点不了，而且有活血，碎玉用过的，起风之后大唐七速，这七速的大唐可能还是未必有观战方这边地听的速度快，但是女儿村摁一把金的话，这回合就不用怕嘛，点的对，那对方的金星无非也是保华尔斯一把活血给到大唐，是，然后观战得笑一下对面地府不让对面接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观战方的谛听大可点着孩子起观战玩笑算了，对，就不用管大唐，这大唐管不住，不压了。但观战女儿可以尝试无魂一手对面的化生四，化生四是吧？对，无魂化生四断一下回复，就是你无魂化生四和笑地府二选一，我觉得都可以。是，那笑里的话，毕竟还稍微稳定一点。看一下紫禁城那边的一个选择，两回合塔前面光辉过好多不够，地府没有，哦，地府没有，青石来，硬挂还是青虫？青石来应该也是青虫吧？这是一把明镜青啊！六个七宝没解掉啊！观战方这边化神四啊，这金青是明的，因为他肯定要活血嘛，要开化神四，这个是明的。给化生无魂，活血活出来了，活出来。地府还是光辉啊，人气层数也不高。看一把活血之后的话，观战对战方大唐没到半血以上，而且的话虚血被观战方那边大死亡给拍下去了。观战万象点孩子，他还是想让小死亡挂出来之后是再去做其他的操作，没错。但是金青的话，毕竟有个花护啊。就是说你这样往上拍的话，是不是说还是不是特别好压，是不是说还是青虫会好一点？应该是青虫吧。光辉啊，那青虫没问题。风天起啊，对，也是拿到速度，是，而且法系拿八速，尘土忍开六千五，鬼魂倒地，化生四的直接鬼四千，哎，冲，还好。不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给双方提了个醒啊，就刚才的经济舞抽到对方的化生四身上，也伤害高，以及这一把就能看出来，虽然阵法被大克，但观战方龙三位的这个法系啊，伤害好像是有点高的。我觉得可能是化生反防的问题，穿了件防御衣服，衣服可能没翡翠，没翡翠是吧？可是你如果法防没有特别高的情况下，你毕竟站的是一个鹰阵的二号位，你这个谛听观战方谛听只要出手或者说法系寻秒，你是一定能够吃到伤害的呀。是是，确实是这个问题。补出先例孩子来了，紫星赶紧顶一个，紫星加大金，苍生大吉。观战女儿村宝宝也拉不出来啊，现在自己也吃着封印。那这样的话，钓鱼岛这一回合可能继续会尝试着点杀观战方的神魔林了。青石来那就另说，压大唐。哦，控法系，那就是防点杀，那就是防点杀。对面还是想点法系吧，直接换虫，鬼魂不要了。换虫没有。目前也给到了。对，毕竟自己女儿村青石出了的话，还是有一定自信的。能够防下来这波点杀，断对方一输出啊，就是一个防点杀的操作。大唐找把半天也找到，但还要分出宝宝来，赶紧把这个月下给解掉。对，啊，你这个少只宠的话，速度是不领先的。哎呦，两边都有掉宠，但观战方这边就是三号宠，看着就很危险。观战女儿拿一速，先离开有渡劫，大唐没盾，但大唐有速度。对方硬点是能点进来的，点观战方那边大唐是能硬点进来的。大唐的火焰伞是可以起。女儿村会不会补宠啊？这一回合，观战女儿，你不补宠的话，好像后续每回合都补不出来。主要对面化生四捏着把怒，而且呢，你是上一回合侵蚀圈中的对方的神木林，你如果是这把能硬点神木林之后，对吧？哦，侵蚀大唐，那还不好说，那还是扫大唐吧，我觉得，还是扫大唐吧。有盾硬点吗？你刚才开刀可伤害不高，无非你就找了一把漫天，渡劫也给到。那我觉得扫大唐主要还是为了压血量，也另类的防点。点法系，那如果说对面也点点大唐就互换呀，挂中，而且这边有无魂的概率。先出手，观战方这边小死亡没中，扫出去了，第一道铁保护啊！
啊，一刀八千，幺六三出吗？出，送了一把幺六三，那关帝王大唐是必倒了，必倒。我是觉得点法系不是特别好的选择，你扫大唐不管怎么说，他点不了，对不对？对。但是你点法系，可能你能点倒，但是他也能换你啊。亏在了紫禁城的地府萧瑟王，没有挂中，是，其实两把了，包括刚才挂大唐，对，两把了，有点可惜。但是我们看钓鱼岛这边地府的命中率还是挺高的，继续出配速，因为也默认本方的这个广木可能坚持不了多少回合了，是，化人寺的回复现在还是要给人的身上，再补地听一只。那随着大唐倒地的话呢，观战方地府继续补快递厅，要压对方大唐出手，你否则的话那么顺利的出手，对于观战方这边无论是神木林还是女儿村都可能会有这种继续点杀的能力。但是也补对面化生寺实实在在一把愤怒钓鱼岛出的慢地厅，对，因为观战大唐倒了，观战方大唐了，你一个龙三的神木林，对方的地厅速度慢，但这样的话其实有一点好处，就牵扯观战方这边地厅，对吧？明知道你是慢的，观战方向也要先把对方的五号地厅给清掉。不，对面不敢出手，就硬点大唐。学曲阜打法，你拉地厅，我知道你是慢的，我不管你，硬点大唐，你不会保，绝境求生存。那你觉得对面敢给五号加笛子？他不敢。那你不加笛子的地厅秒出来，观战方这边也就还好。不加笛子的地厅，那钓鱼岛的五号地厅也是点着观战方这边孩子起观战玩笑，对吧？就还好，真就还好。观战就硬换大唐。对方化人寺的渡劫是已经交过，对，没得保。对面没得保。女儿村相思寒针，观战方这边的地府不可能的。对战方女儿村不争观战方这边地府吗？不可能的，不可能争。没道理争。你是觉得对方的女儿孙，就钓鱼岛觉得观战方那边出了地厅，你也是要清我地厅？是，就逆向思维。之前曲阜这么干过，那干过还学不会吗？对吧？高手之间的录像都会相互看的呀，都会相互，就不说学习，也会看一看他的思路是什么，来看一看钓鱼岛这一回合怎么应对吧。你看这等待的时间，是不是两个地厅出手了？观战先加上对方女儿孙，不会真的，不会真的，盒子中了，哎呀，那没事了，哎，要看观战方这边大死亡有没有，加没拍，加速度了，没速度了，贝玉小四海也出，无魂丢给对方，阎罗令破逆境，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哎呦，钓鱼岛的女儿孙呀，这。真的相思寒针应该给到观战方的地府，哎，盒子真的太冒险了，太冒险了，真的相思寒针是非常稳的，你毕竟手里有两点灵元，观战方那边如果要说的女儿村去真你，然后地府的话再挂，好像从灵元来讲的话是紫禁城有点吃亏的，而且不支持，他不加敌了呀，对，这样的话地厅就伤害不够了，是，哦呦，但是这个盒子能丢中确实运气好啊，也有防范啊，省了一点灵元还把这个点杀给防下来了，但确实，但理论上来讲啊，理论上来讲，你这个没道理。对，对战方的地厅也点观战方那边的这个先例孩子，有机会能清掉暴击第二下3600，伤害应该差不多了。看观战方那边孩子能不能触发一个神佑，广木还是在四吸啊，拼命的在吸血。地厅再来一下2300，直接带走。哎呀，这把紫禁城的地府啊，秒掉直接换。两把没中，一把中盒子啊！哎，确实运气欠佳。能神佑吗？现在宝宝离场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虽然说扛住了地厅的这个观战方向，但是没有防住对方的攻宠，这突破口直接就大了呀！现在有点，所以直接起盾嘛，没办法。对呀、啊，突破口太大了，现在。大金也卡上长生给。得亏对面没配速宝宝，有配速宝宝这直接点了、哎呦，黄天之息也开始抓速度，龙三没盾了啊。但观战方这边女儿村毕竟是一个新补的虫啊，
一回合的黄金之息，下回合速度应该不会发生变化。哎，马还在。嗯。但有一个问题，对战方大唐，拉了只谛听出来，封天气二十四回合，直接震地府，没办法，没办法。思路也没问题。宣法系什么意思啊？他谛听想干嘛？清宠吧，只能这么理解了吧。哇，他龙三位法系给他吃了把圈儿。哦，你看没点黄金之息在抓，因为一把抓的话，这个速度变不过来，手抓用掉，就是清宠。哦，那对战方谛听的话，大概率是点观战方那边一号或者二号，对吧？一号是倒地大唐的宝宝，二号是压一下神明林的出手。嗯，很可惜谛听的速度不快啊，没有能够顺利的出手，慈心再吸起来。但女儿村在封印里面，你还是不好动。踩塔吧，既然面前已经有盾了，相思寒针也给过了。对战方大唐，这回合补个魔镜孩子嘛，因为也缺一把金刚，对吧？地府脚下相思寒针，理论来讲，这回合对战方钓鱼岛是不着急点的，无魂。再接嘛，盖罗汉呢是，应该是不太有进攻的节奏啊，应该是继续。是真的，他就稳住嘛，先。应该是继续补充。化身流过，化身流过的话，化身后续没金，只要观战方这边不群，鹈鹕拉起来剑，加抽，挂中，但你这个剑加抽163，对方只出过一把，经济五，弹夹2400，1.0元的话还好像伤害还未必够，他没拉起来。其实说实话，零元省下来也行。那万一没见到，观战女儿村又得拉个虫。那个被拉的宝宝被清了。嗯。理论来讲，钓鱼岛补的大唐这只一号虫依然是一个漫山鳄。嗯。现在没有必要出其他的宝宝，而且钓鱼岛之前就是大家都知道，2到3排的这种善恶虫都是有的。而且是那种手势善恶虫，两排肯定是有的。嗯，而且一速掉了。哎，观战这边一速掉了，物理系速度掉了。但这回合可能不知道，虽然抓了第二，不，他是马过了。虽然抓了第二把呀，嗯，我觉得对战方钓鱼岛可能未必知道。马过了，知道。那你看他连步控不控嘛？他连步要是控观战方这边女儿村的话，有中。嗯，金刚拉，硬点神木林嘛。不好说，尝试一把，有封天气，对吧？哦，活血活上来，嗯，硬点神木挂住，硬点封天气啊，这跟第一把开刀数据差不多，但是还有法系跟，这把你163不多了，弹甲有善恶，四只虫，冰掉一个，嗯，三只。壁垒不够，哎，都壁垒的话，这伤害也够。你要的三兵出的多，恶爆，这伤害一定是够的。倒了，倒了，嗯。对紫禁城而言不好玩了，哎，侵蚀再来，但是还好大唐动不了，再争地府不给盐，嗯，没办法，这观战方这边也没反扑能力了。场上的宝宝主要是不支持，那神木林倒了之后，只凭单独的一个大唐，确实是清宠能力差了一些。不过宝宝触发的神佑倒也还好吧，在自己人物单位倒地，或者说宝宝在场上有劣势的情况下呢，钓鱼岛神木林两把侵蚀，其实观战方这边宝宝都是有神佑的。嗯，宝宝神佑确实在劣势局当中非常非常的关键。是。大唐有盾啊，这一回合对面地府有针，观战两配速，大唐直接换谛听吧，我觉得观战大唐直接换谛听，下回合拉神木，下回合吸神木，那我觉得换谛听的话换一只公的出来吧，哦，那还是得拉法的压大唐啊，
你看一下双方大堂的速度。对面快硬哦，对面快，嗯，所以说得拉快地厅嘛。工地厅对面方大堂扫过来，对面方大堂扫过来，观众方那边大堂能做的事也不多。你觉得就怕一手平 A 是吗？华氏的渡劫已经好了，不是地厅在对面不会那个的，但是这把对面已经青石了，两青石大堂没了，还是点女儿啊？大堂大堂，但是有针。观战女儿不钝吗？钝应该是在冷却时间里。顶针挂中，小死亡顶针挂中，观战方这边女儿村倒，这 PK 没了，下回合直接延出来。逆境，想想怎么逆境，因为毕竟你是有圈倒的。观战方紫禁城发现了自己这种速度优势丢掉，这一回合大堂也是起的风，但很可惜女儿村是被对方双侵蚀技能的输出给点倒。但好消息是什么？他这个风啊，下把好逆境。真的好逆境，因为脚底下有一个两个配速宠，大堂直接拉逆出来了。对战方女儿村封观战方这边宝宝，封宝宝这么帅吗？就是在观战方那边起风的情况下，女风系控观战方那边的宝宝是防逆境特别有效的一个办法，因为观战方那边人物单位少，宝宝也不多，风宠让你观战方这边自己给宝宝再加个舞龙，把我这个封印给打开，你这样的话你少单位啊，武魂也过去了，宝宝又没拉出来，清你一只，这个出去了，四号拉，四号能掉吗？掉不了，伤害不够，米润。这会儿想硬换人其实是有点难的。观战方我看看啊，大唐的话手里有陵园，化生寺想活血给神木林，有可能观战方那边大唐继续交一剑硬换对方的人。我是觉得钓鱼岛这个女儿村呀，陵园就放了吧，真地法他把观战龙三点了不就完了？那你怎么控化生寺的一把活血呢？你大唐碎玉化身笑地府点龙三，龙三没了，不稳，又丢盒子。哎，这一把翻甲好像不是特别有必要。哦，有五龙单开，活血活上。但是如果对面想点，也没挂中。那对面没挂中，关着，但对面快啊，巨剑。享受比赛，巨剑就是享受比赛，因为他想连着出手。是。但女儿村操作其实是有一点点给机会。哇，我觉得这无魂真没必要吧？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点给机会。你都笑地府了，对吧？真想收比赛，其实两个输出也完全够了，对吧？后续大唐出手完之后补地厅就行。你女儿村那个陵园真的不是特别有必要留着。你说这一把小死亡刚才挂中的话，观战方大唐也知道自己速度慢，对吧？他敢贸然的去硬扫吗？我相信也不会，就交一点陵园，再加上一把单抽，有可能。加冷。罗盖上，紫禁城敢不敢直接延点？啊，紫禁城拉地厅吧，拉起大堂拉地厅吧，延点。哦，直接拉起来，还是交一点剑甩，必须把对方大堂给摁倒。就觉得你不会把这个小死亡解掉，觉得身上挂着安全，但是大堂被善恶守住，这样的话一点零元交不出来。这就有点干燥。想不出来怎么翻了。这一回合，上回合紫禁城这边的话，罗汉盖上，那这一回合钓鱼岛的地府无论如何是孤魂命谱，先延出来，要把女儿村给锁在地上。女儿村一定给你锁死，一定要锁死。
那么谛听的话轻宠也轻宠就行，哎，也行，因为观战已经不好拉了。是两只慢善恶守观战方这边大堂，谛听轻宠这个大堂不好拉起来。其实轻四就行了，那个三可以不用管，三太快了。轻四，然后，哎呦，观战这边确实很难操作了。现在是，对面盐是要盐的，盐就点不了，嗯，对吧？盐就点不了，那观战就和完全可以不点。就现在你这种，整体的血线以及人物的状态啊，就宝宝跟人物的状态，嗯，观战化身肯定是珠子，直接蚕食就行了。对，对面玩狠一点，把化身真了，要么再来个盒子。啊，笛子笛了笛了，行行吧，最正常的操作啊，最正常的操作也没有问题。化身一定缠珠呀，啊，你有罗汉的，他带着劲爆的，地府去拍一点不就好了？地府精，嗯。大堂把宝宝拉出来，宝宝也神佑。观战方这个地府的宝宝其实是比较关键的，是这个挺多回了。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三把神佑。再神，确实啊，只有这样能硬扛住。但是再神，再神，但是呢，观战方这边大堂新出的魔镜孩子直接被谛听秒掉。也行吧，我觉得这一对紫禁城而言已经很赚了，对，已经是很好了。善报也没守住大堂，嗯，这个恶报不够，一恶报不够，力劈给你谛听劈不掉，那下回合还能玩一手。其实我觉得观战大堂拉魔镜孩子是非常错误的一个选择，他必须拉马。拉孩子等于没有马，就等于没有速度。圈中法系，破观战方那边硬要这个，我觉得不可能的一个操作。哦，就是我还以为破化身要点化身啊，没见的呀，青石很少这么自信，这可别给机会啊。我觉得稳稳的点输出啊。倒是观众方这边地府的话，也看到自己速度慢，四千，嗯，六千三，哎呦，单法399，有163也倒，哇，你别说，挂中真有了，哇，那这样的话呢，给观众方这边地府一把效力，地府为五龙逆境了吧？一个，两个，两个被封的单位，尤其是大堂那边，现在是，大锁还中了，身上了。这个是一定给你拍开的，嗯，也是防你逆境。不过女儿村那个封印到了，没注意刚才。女儿村封印到了就不好逆了。而且舍利的话也是给自己这边神木林加了一管愤怒。哎，大堂又是新拉的宝宝，一定受到针对。这种时候不可能让你有神马在场上。两回合，但是因为化身没起来的原因，再出两只。我是觉得紫禁城拉人要不多了。嗯。调调这边的话，我看一下，双输出四只五只，储备量完全够。再来两只，然后点着大堂起关照万象，因为你身上有大死亡，能够刮到女儿村，下个合可能造一个双杀。你说他是先压大堂还是先出谛听？这一回合嘛，调，嗯，刀我觉得两出谛听吧，应该。我觉得都行。因为下把压你大堂一样的，无字经无魂，那就是继续压大堂。嗯，那俩地图，嗯，应该是两补。但这大死亡什么意思啊？没必要的呀。确实，
他也没有虚血嘛。啊、对啊，那是我本来以为上来破个保护。斩加抽吗？那肯定是加抽。6000，嗯，弹甲了，但是触发了一个暴击。人拉化身，确实好像也只能这么拉。卡格兰，磁性吸起来，先把自己推掉，因为磁性要吸了。12000明光有爆，嗯。但确实啊，就只要对面出这个青石横扫，嗯，现在的辅助扛不住。大唐的伤害好夸张。钓鱼岛的大唐一把漫天没有，嗯，就完全凭一把大克、金风、王良、哎、是，那你别说状态还挺多，而且在点杀化人寺的时候也没有魔镜的一个加持，嗯，可以看到伤害完全够了。再来，哎呦，你这，观战方是会教舞龙把这个化人寺的小死亡解掉的。因为怕你摄魂继续点，我觉得这个舞龙是必交的，那就看往哪点了。五字经，嗯，还是化身，拉起来一个活龙。他主要推拿断了呀。是，那也得先叠呀。嗯，也得叠呀，这倒了就没了。3000开没了。9300，这是化身四。第三刀吧。第三刀。什么欠了一刀？第三刀。你别说，观战方地府的这个宝宝是真扛打。杨父想解一下观战方这边大死亡，是，五号虫也神了，但没用了。是，两杨父换起，没用了，这 PK 其实已经没了。我看看，这把女儿村再倒，女儿村倒不倒单数？我依然觉得对战方女儿村，你相思干真赶紧真观战方那边地府，这起来之后3.0元的巨剑直接斩对战方大唐了呀。妒忌啊，昨天也是，钓鱼岛在顺风的时候防守打的还是很到位的。还阳体真的九转不多了，还阳体再中无魂，哎呦，宝宝拉不出来，先立孩子。Out Q 的，这没办法，皇帝听。观战大唐宝宝也是拉不出来呀，本来说拉只神马出来，也可能还好。把速度给抢回去。哎，速度给抢回去的话，就三剑就有追了嘛。是。观战女儿村暂时有一速，有无间在场。没有化身的情况下圈地府就等于没用了，那你只能控对面输出，即使有一速你还是只能控输出，嗯，但如果说对面提壶一个，对战方就硬点你，大唐好像办法也不多，嗯，没回复，主要现在是提壶单输出杀大唐，哎，我觉得对方钓鱼岛打得心大一点，大唐继续补宠，法系直接点观战方那边大唐就够。嗯，大唐补地听提壶法系，让法系动。嗯，看观战方大唐这3.0元往哪儿交？你如果交的话，好像只能硬交给对方的石木林，对吧？对方大唐你身上有这个渡劫在。嗯，哎呦，还没圈中，而且对面也把马换出来了，提壶的。嗯，那大唐可能出宠，而且确实。大唐出不出手的好像都行，够了，对，交剑加，因为有青石嘛，嗯，所以说交剑把163破了也行，把渡劫破了，交剑把渡劫破了，然后青石跟上去，哦呦，运气不错，主要把地听给弹走，嗯，第一下先出渡劫，看后续，有连的够了，还能滑，还能滑。再亲个宝宝，还有没有？没有第三下。那其实运气是非常不错了，已经是。首先他剑把那个地听清掉了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他还划走了对面地府一个宝宝。哎呀，掉一点优势这么大，这女儿村的灵元留着干嘛呀？
非要等这个大堂倒了之后再把这三点零元交出来吗？是早交真的这个比赛但也有顶针挂这种情况啊，不好说。那我觉得就认了，对吧？顶针挂中不是自己的问题，把自己的该做好做好了，剩下就认了。是，观战出地听，反正梨园是要交的，那被动交不如主动交呢。四十回合刷，两边地府都吃针，那拍不了尺。观战女儿村有一速，女儿村可以直接加敌，但地府的话吃着针就是不太好挂。但地听我觉得就是牵制一下对面吧，把这个化生寺的回合数给拖过去，因为化生寺起来之后这个磁性也就吸了，轻孩子轻宠嘛。挂是不太挂的。地府甚至去读一下都可以，增加一下整体的一个血量。哎，对，真没回复，那你读一下也是点回复嘛。没错，而且大金也不多了，神木林真的是硬拉呀，把你大唐压倒，拉只稍微慢一点的，但是要比对面法系快。对面法系起了风是比观战大唐快的。神木家，观战龙三家，工地厅，他想要很多。我觉得挂了，顶针挂了。顶针挂没有人给地厅加持，你就是龙三家工地厅，顶针挂中，你看看，又来。快避雷，有贴保护。龙三加不上，那伤害不够。力劈，有没有偷摸拍本善恶？没有，那没事了。伤害不够，顶针挂中那就没办法了。我以为龙三加呢，那这样子的话没事了。观战化身虽然能起，但是人心只有一层。对面解开法系先例，加上一点剑，点女儿村了，点你任何单位。女儿村起盾吧，龙三女儿都行，但盾防不住。我的想法是，就毕竟它是剑嘛，是，或者说他起来蹦一只。觉得先交剑，然后点不倒就点不点得倒再看。两个神木林侵蚀都出，是，哇，对面这血量算的是真好，很极限啊。鲲鹏，哎，倒了，但是二极限啊。鲲鹏，哎，倒了，但是二可能是剑嘛，也可能跟了一点剑，对，确保观战方那边神木林倒。再争女儿。再真化身不让缠珠，真干这种事儿啊！再提还阳，拉宠巨剑压化身，不让你抬缠珠，把你血量算死。是，大唐也被剑倒，再跟群秒，哇，这场钓鱼岛的国标，我觉得国标对决当中，你说把对面所有点杀防下来，这个确实是不可能的啊。但我觉得钓鱼岛这两天的国标造诣，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高了。金青瓷行好像都很干燥，这没用，对，啥特技都没用，还没一速。真的都没，这 PK 已经没了。加了先例群秒就好。大唐化生量不充，俩地厅嘛。行，你站着吧。整个的比赛打得非常的顺，如果要说硬挑毛病，我觉得就是对面方那个女儿寸香残针早交，香残针早交，这个比赛会打得更顺畅一些。其他的真的打得还是挺好的。但就有一种说法，就如果说我女儿村有速度的情况下，我提前丢针我是很亏的，因为万一你顶针挂中，你后面照样严，它是很亏的。
但主要它刚才是3.0元的相似残阵，长时间的把观战方这边地符给控中的话，那么就观战方紫禁城是完全没机会反扑的能力，没机会，因为在化身寺倒地情况下，多人残血，紫禁城是一定要用自己的这种输出，哪怕是3.0元，就交给你的输出也认了，哎，对吧？对，要把这个节奏给缓下来，没有办法，那这只谛听出手清场，而且他刚刚那首真化身真的也是很绝啊。这两首其实都挺绝的，包括聘天鸟罗控女儿，相思寒针给化身寺，岁月控一下来。这其实我觉得中不中也都没影响的，没出花封不了，双输出能出手。他第一下没出花就代表封不了，丢个无魂无非是不想让观战方那边地府再补宠的，意义不是特别大，还是个鬼的，因为毕竟最后一只宠了，场上宝宝也清干，但是这场 PK 确实让我们领略到了，就是说大唐在这样对局当中他的伤害是非常非常高的，太高了，即使是化身四也难以招架他的一把青石横扫。是，那其实真的可以提前空袭钓鱼岛了，拿这场稳拿下了，拿到了这个16-8比赛的一个胜利，而且刚在观战方这边地府是 A 出去的，他无魂的话是一点，结果他打了200多，那应该是随着对岸方这个英镇五号位的神木林出手，可以宣告本场比赛结束。那么恭喜钓鱼岛